可以在中国开吃。我不要糟蹋了，你说快点，可以去买衣服。我说 OK， 没有问题，我们做吃的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很开心，因为我可以在中国考试，可以开吃。我们有去做这个问题，他们有说我现在要在12123注册账号。我们做这个两次三次，但是都不行，都不行。现在老公有打电话，他有问一下他们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，为什么不行？不行。嗯，我给你注册了三遍都被驳回了。对呀、我给他们打电话问为什么，但是他们没有让我提供这个文件啊。我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说是要提供这个文件，把这个文件补上去就可以了。要是这个的，对，要我们都给护照，对，上面就写那个给护照就行了嘛。但是他还要一个居留证的一个文件。我明白，他们要知道我在哪里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是这个意思啊。现在我给你弄这边。好，那加油加油，老公。现在预约好了，但是他们说要等一下。我们等，你想多久，老公？7天后可以考试。7天可以考试。现在大家都在那考试，考怎么样？但你说话我不会读。哦，都是绿的，考对了。对。你想什么？我挺厉害的。不是你想什么？你想你老公有毛病？在家我考很好，你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我到那边我会不会考这个问题。好，考试。那晚上咱们吃什么？菜。吃什么菜？粥。吃什么粥？绿豆粥。考试，你看他家现在已经磨整了。对啊，因为我怕我们现在要拍视频，我说我要考试，你知道，然后我考不行了。你没有拍视频的话，考没有考过就没有考过，然后再不知道，然后再考一下啊。我会错了，我要现在考100%。你今天晚上做什么？绿豆。你还记得？对。你们看这个女人，她现在磨整了，她现在考试考的。我给你口罩，你爸我是空投的老婆。对，你是很好。钥匙呢？还没拿钥匙。这是考试，啥都晚了。快点！滚！错了。因为你说快点，你知道，是第一个错了。现在没有一秒。走吧。他还知道超市门在哪。我要买。我怎么知道你要买什么？等一下，到了。是不是你已经成功冲刺可以了？可以了。嗯，看一下。他现在很开心，他要登录一下他的12123。我提交。滴嘟嘟嘟嘟嘟。好了。可以了。现在。这个老外蛮好的。他在这拿。磨整了。看这个小老外。快点，给钱了。他现在在考试，他就是过两天要去考科目一，然后有点紧张，所以说一直在家在那练习。现在是4:18了，4:20嘉欣就在校门口了，然后看一下。没事，马上好了。对，还有2分钟，嘉欣就在校门口。干嘛？我看一下。为什么？没事。不高兴。没事，回头再买一个。考试怎么样？还有按一下。你怎么了？错了几个嘛？错了两个。错了两个，那就98分嘛，还可以。跟你说个秘密呗。什么？你看几点了？走，一起去。我怕一会儿你把号忘记了。设备呀、你的头发乱七八糟。我在学校头发光了。浩金现在出来了。浩金，
回家烤，这路上太危险了，走吧。好了，卡姐，路上太危险，走。卡姐，你看你在考试，叫圣姐帮你做饭。不要，他做蛋糕。你以为是什么？没有，他骗你的。我没有那么好。你看吧，他没有洗手。等一下，咱们把妈妈手机没收。手机没收。好了，不给你，给你我女儿烤。晚上吃好吃的。明天吃好吃的，因为蛋糕要时间。哦，明天。妈妈刚补好了回家，洗头了，穿漂亮的衣服，因为晚上她要去。嘟嘟嘟嘟嘟嘟。旁边在旁边。对啊，我现在有贴很近的。我马上有中国的驾驶证。驾驶证，看完了。不是不是，我们有去莆田，做文检，然后他说要等一个星期，可我可以考试。妈妈，马上，你看见可以在中国开车。我不要找他了。你说看见去一起买衣服，我说 OK， 没有问题，我们坐车。去。去去去去去。我好像很拎拎了，我自己去哪里都可以。对呀、啊，这两天没有位置。对、啊，因为他都是12点多起床，你要早，你老婆叫我。开心不开心？开心，因为我现在你开心，我不会开。要不要一起考试？考试你考完的开心，在这边跟那边可能不一样，这边太斜，这个是很大的。太斜，还有是什么？农村的路比较窄。有的时候还就路口的注意点。我知道，快一点开始。这个我知道，慢一点。我要说这个，我很紧张，因为我们现在拍视频，大家都看，你知道。然后我没有考好，哇，他们都笑死我。你领那个加油，加油，我很怕这个。谢谢你们的加油，不过我放心去学习，驾驶我很蛮去学习，我带去干什么？开车开那个文化那边对吧？前面没事，我就开停课，停课。我来唱，后来那个欠我妈那边那个大妹哈，那边你这个可以开出来。后来我来不及了，我打家里就行。后来我回家就感觉心脏砰砰砰砰砰砰。我开始我用心太急，你爸没准妈妈。哦，为什么你？妈妈开车我的心都疼，很疼。我看妈妈开，我说妈妈等一下，吃先才坐，吃坐不是你先才坐，吃是第一。妈妈不想坐啊坐啊，我又心疼。我现在开心吗？啊，心态嘛，一见着。